原来真约了个男人。那要不要通知大兴啊？Rachel， 他怎么会跟卢 Sir 在一起？酒店啊，房间？不会吧！哇，火烧屁股，管不了大兴的事情了。喂，怎么样，小白？大兴哥，喂，有情况，刚才看到敏敏呢跟一个男人呢进了蒙罗丽莎酒店，还去了五楼啊。喂，不说了，先这样啊。前面那辆车，跟着那辆车玩跟踪。你是警察？哎呀，快一点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！喂喂，跟紧一点，跟紧点。哎，还以为是警察，原来是戴绿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说错了吗？孤男寡女从酒店出来，还不是有一腿？喂喂，酒店，酒店有 coffee shop 的吗？他们在 coffee shop 聊天喝咖啡，行不行？喂，作为一个保险从业人员，跟客户谈保单啊，哎，既合情又合理啊。该谈的都谈完了。哎，哎，你看，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辆车上，肯定是还有下文呢。闻你个头！那客户有车，顺路送他去地铁站，这样不行啊。警察抓呀，犯法啊！开车啊，停在这里干嘛啊你？卢 Sir， 真是麻烦你了。原来真约了个男人。那要不要通知大兴啊？Rachel， 他怎么会跟卢 Sir 在一起？酒店啊，房间？不会吧！哇，火烧屁股，管不了大兴的事情了。喂，怎么样，小白？大兴哥，喂，有情况，刚才看到敏敏呢跟一个男人呢进了蒙罗丽莎酒店，还去了五楼啊。喂，不说了，先这样啊。跟着前面那辆车，跟着那辆车玩跟踪。你是警察？哎呀，快一点，哪那么多废话呀。喂喂，跟紧一点，跟紧点。哎，还以为是警察，原来是戴绿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说错了吗？孤男寡女从酒店出来，还不是有一腿？喂喂，酒店，酒店有 coffee shop 的吗？他们在 coffee shop 聊天喝咖啡，行不行？喂，作为一个保险从业人员，跟客户谈保单啊，哎，既合情又合理啊。该谈的都谈完了。哎，哎，你看，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辆车上，肯定是还有下文呢。闻你个头！那客户有车，顺路送他去地铁站，这样不行啊！警察抓呀，犯法啊！开车啊，停在这里干嘛啊你？卢 Sir， 真是麻烦你了。原来真约了个男人。那要不要通知大兴啊？Rachel， 他怎么会跟卢 Sir 在一起？酒店啊，房间？不会吧！哇，火烧屁股，管不了大兴的事情了。喂，
怎么样，小白？大兴哥，喂，有情况，刚才看到米米呢跟一个男人呢进了蒙罗丽莎酒店，还去了五楼啊。喂，不说了啊，先这样啊。喂，跟着前面那辆车，跟着那辆车，玩跟踪。你是警察？哎呀，快一点，哪那么多废话呀。喂喂，跟紧一点，跟紧点。哎，还以为是警察，原来是戴绿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说错了吗？孤男寡女从酒店出来，还不是有一腿？喂喂，酒店，酒店有 coffee shop 的吗？他们在 coffee shop 聊天喝咖啡，行不行啊？喂，作为一个保险从业员，跟客户谈保单啊，哎，既合情又合理啊。该谈的都谈完了。哎，哎，你看，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辆车上，肯定是还有下文呢。稳你个头！那客户有车，顺路送他去地铁站，这样不行啊，警察抓呀，犯法啊。开车，停在这里干嘛啊你？卢瑟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啊。原来真约了个男人。那要不要通知大兴啊？Rachel， 他怎么会跟卢 Sir 在一起？酒店啊，房间？不会吧！哇，火烧屁股，管不了大兴的事情了。喂，怎么样，小白？大兴哥，喂，有情况，刚才看到米米呢跟一个男人呢进了蒙罗丽莎酒店，还去了五楼啊。喂，不说了啊，先这样啊。跟着前面那辆车，跟着那辆车玩跟踪。你是警察？哎呀，快一点，哪那么多废话呀。喂喂，跟紧一点，跟紧点。哎，还以为是警察，原来是戴绿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说错了吗？孤男寡女从酒店出来，还不是有一腿？喂喂，酒店，酒店有 coffee shop 的吗？他们在 coffee shop 聊天喝咖啡，行不行啊？喂，作为一个保险从业员，跟客户谈保单啊，哎，既合情又合理啊。该谈的都谈完了。哎，哎，你看，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辆车上，肯定是还有下文呢。稳你个头！那客户有车，顺路送他去地铁站，这样不行啊。警察抓呀，犯法啊。开车，停在这里干嘛啊你？卢瑟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啊，原来真约了个男人。那要不要通知大兴啊？Rachel， 他怎么会跟卢 Sir 在一起？酒店啊，房间？不会吧！哇，火烧屁股，管不了大兴的事情了。喂，怎么样，小白？大兴哥，喂，有情况，刚才看到米米呢跟一个男人呢进了蒙罗丽莎酒店，还去了五楼啊。喂，不说了啊，先这样啊。跟着前面那辆车，跟着那辆车玩跟踪。你是警察？哎呀，快一点，哪那么多废话呀。喂喂，跟紧一点，跟紧点。哎，还以为是警察，原来是戴绿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
说错了吗？孤男寡女从酒店出来，还不是有一腿？喂喂，酒店，酒店有 coffee shop 的吗？他们在 coffee shop 聊天喝咖啡，行不行啊？喂，作为一个保险从业员，跟客户谈保单啊，哎，既合情又合理啊。该谈的都谈完了。哎，哎，你看，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辆车上，肯定是还有下文呢。闻你个头！那客户有车，顺路送他去地铁站，这样不行啊，警察抓呀，犯法啊！开车，停在这里干嘛啊你？卢瑟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啊！啊，原来真约了个男人。那要不要通知大兴啊？Rachel， 他怎么会跟卢 Sir 在一起？酒店？房间？不会吧！哇，火烧屁股，管不了大兴的事情了。喂，怎么样，小白？大兴哥，喂，有情况，刚才看到米米呢跟一个男人呢进了蒙罗丽莎酒店，还去了五楼啊。喂，不说了啊，先这样啊。跟着前面那辆车，跟着那辆车玩跟踪。你是警察？哎呀，快点，哪那么多废话呀。喂喂，跟紧一点，跟紧点。哎，还以为是警察，原来是戴绿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说错了吗？孤男寡女从酒店出来，还不是有一腿？喂喂，酒店，酒店有 coffee shop 的吗？他们在 coffee shop 聊天喝咖啡，行不行啊？喂，作为一个保险从业员，跟客户谈保单啊，哎，既合情又合理啊。该谈的都谈完了。哎，哎，你看，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辆车上，肯定是还有下文呢。闻你个头！那客户有车，顺路送他去地铁站，这样不行啊，警察抓呀，犯法啊！开车，停在这里干嘛啊你？卢瑟，真是麻烦。